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员王玉敏、李桂敏、陈碧涵、潘维刚、蒋乃馨、杨琼英、林明珍等23人临时提案，有鉴于知名餐饮集团所贩售之美国牛肉遭验出含有不得检出之瘦肉精奇帕特罗，凸显进口食品安全除政府加强抽验之外，尚需强化业者自律责任，落实多重把关机制，远见请卫生福利部会同相关部会，针对各项进口食品之输入商及大型贩售通路业者，尽速研议强制业者自行送验之办法，要求业者对其输入贩售之进口食品负起上市前主动送验之责任，以确保国人食的安全是否有当，敬请公决。